上一辆白车往外切，擦撞轿车后，驾驶失控冲向护栏，翻滚三圈才停下。车上一家三口都受伤，其中妈妈受到惊吓，抱着才一岁的儿子被送上救护车。记得好像有坐安全座椅啦，那就是把他从安全座椅抱下来这样。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六号下午发生严重车祸，当时男童只是哭闹，但送医后检查是脑出血，手术后送进加护病房，全身被插满管子，就算睁开眼睛也还没脱离险境。就突然看到弟弟的眼睛张开，看到我们一下，然后他一看到就马上就是眼泪马上滴下来。看着儿子的可爱照片，爸爸心如刀割，说自己单身八年，参加白沙屯妈进香才认识妻子，两年前结婚生下爱的结晶，想不到儿子才过完周岁生日，一家南下云林北港拜拜，却发生严重车祸。大家努力的集气，然后让小朋友可能早日的脱离加护病房啊，然后顺利的转普通病房啊，越来一天比一天进步，一天比一天好。一家人都是向妈祖求来的缘分，现在爸妈希望儿子勇敢挺过难关，也跪求各界集气，希望会有奇迹发生。记者陈顺阳、李云杰彰化报道。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喽。好，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会还原变成了水哦，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，也没有任何的污染，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，小朋友 baby 儿童孕妇完全都可以用，欢迎大家上快点购。